这不可能，这没有50磅的。55磅，我去这烤肠直接不钓鱼，这个正在这抖的。啊，好猛！这时候是最兴奋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什么鱼，这个还多大，不知道，200磅。 If you try to swim at all, free split, okay? But we gotta leave connected onto here so that way if you float back, we can wind you back in. 这种鱼第一次想钓的，它现在是下不去的，因为它的那个气泡的原因，它气泡已经鼓起来了，所以它没那么容易下去，而且它呼吸空气，它的鳃和水面接触不够，所以我们得把它往下推。 让它快速和水面有接触。龙趸，咱们国内也叫大型石斑鱼，在不同的地方它叫法不同，但相同的呢就是不管在哪儿它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食材。可是，在加州这个鱼是绝对不允许被拉出水面的，拍照也不可以。所以当这条鱼被拉到船边之后呢，船长就要马上施救，尽快的把它放。它就会被别的什么海豹啊什么的吃掉，你知道吗？鲨鱼。 没从这么深的水拉上来，它的鱼漂里充满了空气。这个时候呢，船长首先要求技术保持鱼线的张力，这样当他几次尝试向下游，又都游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们至少可以把鱼拉回来。而且最终，因为它的体力确实没有办法抵抗鱼漂里面空气的浮力，最后呢，船长他们只能在鱼的侧面打一个洞，把气排出来。这个洞虽然不会对它 造成致命的伤，但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让它恢复。可是这样至少是成功把它放回去。因为技术舱用的都是轻装备，很意外的中了这条龙趸，所以不遇过程超过了1个小时。之后呢，又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这条鱼成功的放回去。经常海钓的朋友都知道，当啊。 船到了钓点，而且鱼已经开口之后，每分每秒都是非常金贵的。可这全过程，尤其是放生的过程，大家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，因为当你看到这条大鱼被成功的放回大海之后，那种喜悦感和你中一条大鱼其实是对等的。OK，OK，OK，Kick you bastard！